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是一个比较好色的皇帝，在没有正式娶老婆的时候，就已经跟一个姓曹的女人生了孩子。后来天上掉下来个吕雉，也就是史书上讲的刘邦的原配夫人，一个几乎当了皇帝的女强人。这是后话。其实，在刘邦没有造反之前，还曾有一位送上门的小三，也就是第三个老婆，可惜这到嘴边的肉愣是没吃上。话说始皇班赵。 另个郡县遣派犯人修筑皇陵，而沛县的犯人刚好由刘邦押解。谁知刘邦沿途喝酒误事，犯人逃跑大半。刘邦当时就想，反正都交不了差了，还不如做一件好事，于是干脆就把犯人全放了。后果可想而知，这也是刘邦意料之中的事。这时的刘邦还算挺有良心的，他想回家带上妻子一起跑，可还没到家。 就从一个老乡那里打听到吕雉已经被抓进大牢了，现在县里正悬赏拿他呢。刘邦一听，拔腿就跑，不敢再回沛县。跑了几天，刘邦到了一个叫芒砀山的地方。真是吉人自有天相，在刘邦又饿又累，据说还差点被一只恶虎给吃了。别奇怪，古代大山里遇见恶虎很正常的。这时竟然有了一次艳遇。 那女子年方二八，姓袁名娇佩，不仅长得玲珑剔透，宛若桃花，还有一身的好武功。刘邦一见倾心，但一时不好表示出来。谁知娇佩当即以身自许，为何？原来袁娇佩的父亲本在当朝为官，但一次的当朝官员夫人聚会上，他的母亲被秦王嬴政调戏，其母不从。 后来，嬴政以督察水务为由，将其父杀害，欲得其母。后来，他的母亲带着他隐居到了这里，一来躲避嬴政，二来以待天机，为父报仇。自古以来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今日天赐良机，袁交配岂肯错失？刘邦见没人吐的以身相许，反倒有点束手无策，告诉他说他已有家室。袁交配说没有关系。 我母亲说过了，愿意让我当你的小妾。这刘邦本是色中恶鬼，今见交配如此娇羞，一行妩媚，又知他身怀绝技，大可助他一臂之力。一时喜得心痒难骚忙装出多情样，对交配笑道：“令堂之命，我刘邦怎敢不遵？无奈已娶吕氏，今将小姑娘去做小妾，未免说不过去。希望以后能发迹。” 总要让你享受人间富贵，心里才安心。交佩说：“富贵二字，倒还不在小女子的心上，唯有复仇未报，未免耿耿于心儿。”儿刘邦道：“目今朝廷无道，兵戈四起，我本意召集天下英雄，乘机起事，否则我也不敢将那些人犯放走了。”交佩又问他的家事，刘邦倒也不满，全行告知了他这位新宠。这天晚上。 当夜，刘邦就想与交配行云雨之事，但无奈小姑娘说等她身体长成以后再事后不迟。加上这交配无功了得，刘邦倒也没有办法。别小看刘邦的这位姬妾，文武兼备，他是刘邦举兵以后的第一任军师，可谓是上下通晓，运筹帷幄。后来，在刘邦的一帮朋友帮助下，吕雉从监狱里逃了出来，并找到了刘邦。 刘邦起事后，这吕雉趁刘邦和交配在外打仗之时，和刘邦的一名食客沈时奇暗地通奸。这故事大家估计都听说过。沈时奇何许人也？刘邦的一个小时候的朋友，因见他长相文雅，又有次硬之才，才留他照料家中老少和一切事物。沈时奇真也是奇人一个，甚会世事人情。光说与刘邦夫人通奸这事。 就隐藏的滴水不漏。这吕雉不怕刘邦，但怕袁交配。袁交配文武精通，聪慧过人，这是要想瞒得过他，比较难。于是心生一计，要想封住他的口，就只能让他跟我一样。于是便对他咬了几句耳朵。袁交配哪是这种人？立马站起身，脸色大变。夫人此言差矣，妇女当以名节为重，性命为轻。沈时奇这人。 本要称他一声叔叔，此等受刑，夫人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了？第二天，袁交配刘邦的第一任处女军师消失了，就这样突然没了。当时又打不了电话，你说是吧？这不急死人吗？据史书记载，说是去当了尼姑。当时他应该是这样想的：即使将来刘邦打的天下，宫中有了这位皇后，在他手下怎弄得清白？况且他的短处已为我所知。 他岂肯罢休？我还是快快遁入空门，修炼剑术，保得一世性命无忧。就这样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。再后来，刘邦得了天下，有人说在峨眉山上遇见位中年尼僧，问及刘邦，便托人带了个口信，大意是说，对天下他可以放心，倒是这宫中之事，还要立意整顿。那人哪敢奏这汉帝？ 直到吕后死去，这话才渐渐的传了出来。有人怀疑这尼姑就是袁交配，当时是无考证，不敢判断。即到唐朝，有无名氏做了一部《侠女传》，袁交配之名才出现在书中。袁交配一生跟刘邦也生活了有几年，到底刘邦后来有没有碰过她，这个谁都说不清楚。不过交配倒有先见之明，毅然洁身而去。 否则，第二个人质可能就是他了，戚夫人也就有人奉陪了。